今天俩个是饿的，不准关账。儿子，这是给你吃的。妈，那我吃啥呀？来，硬菜。啊？谢谢妈。啊，硬菜。哎，什么自个儿吃自个儿，来一起吃吧，一起吃一起吃。太硬了呀，你自己吃吧。想让还想套路我？哎呦。我这里面一定有好东西。螃蟹先完了，吃火锅。这火锅香香辣辣的，真好吃。你吃的好像我屋里的火锅啊！哎呀，被发现了。那你还不让我吃啊？你买那么多呢？我还不够吃呢，就自己吃，吃独食呢。嗯，老毛病是改不掉了。这过界了，烦死了！还不够吃呢。等下我吃盆里的，可别眼馋。这大片肠就是大哈，真香啊！哎呀，香！它这跟火锅一个味儿。月月不到你屋里藏那么多，肯定花了不少钱。你还翻我东西啊你！真是，再说哪儿贵了？我这是赶他家有活动的时候囤的。姐妹们，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是于心家的自热火锅，你现在上外面买一盒自热火锅，不得二三十啊？他这个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啊，他这里面有一大包的蔬菜包，还有一大包的火锅川粉，这么一大包的脆肚包，还有一包火锅底料。你这个吃完就把它扔到一边啊，不用刷锅也不用刷碗，真的是特别方便。做法也简单，不用火不用电，一瓢凉水就可以了。像咱们平时在办公室啊，在宿舍啊，真的可以多安排一点啊。它这里头有一大盒的脆肚火锅，一盒大片肠火锅，两盒鸡翅的，两盒火腿的，一盒鱼丸的，一共到手是七盒，只要39.9，合这一盒划下来啊，才5块多，真的是特别划算啊！东西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你吃饱了吧？那哎呀，妈怎么可能只给我吃绿菜叶子呢？那还没完。哎，哇！哎呦我的妈！吃啊！你吃完之后啊，赶紧吃这个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就吃面筋了。啊？哎呀，那一会儿别跟我抢啊！放心，绝对不抢。咱吃这个。这个鸡爪分量真足，我差点拿不出来了。先用这个汤泡点黄瓜，这个汤泡黄瓜酸酸甜甜的，真的很好吃。咋样？这鸡爪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这样吧，给大家介绍一款无骨鸡爪啊，干净卫生。你看，每个个头啊都很大，没有边角废料啊，吃到嘴里啊是 QQ 弹弹的，还没有腥味儿。现在呀，到手是这样的，2斤装，而且呀还给你包邮到家。感兴趣的姐妹们啊，我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抓紧时间去买吧。
妈，吃好了。那轮开啊。妈，你开吧。哎，妈！今天儿子吃好吃的，儿子你们吃火锅吧。嗯。儿子，我再请你做两个菜。我妈还是对我，还是我亲妈妈。先来一串。这串怎么是空的？什么也没有啊！儿子，全都是空的。都是空的呀！让他吃空气去吧，我来吃自己火锅。那不给我吃火锅？管他呢，我就要吃好的。刚才还说妈对你好呢，现在又来抢我的火锅吃，一天天就知道欺负我。哎，辣呀！是啊，这是正宗的牛油锅底，当然辣了。哎，你也吃不了，你再给我点呗，一起吃。真不想搭理他，这川粉也太香了。给你吧。烦死了，一天天的。小气。这辣太上头了，越吃越上瘾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里面蔬菜川粉都是自带的，看着他吃的可真香啊，就知道自己吃。嗯，给我吃口粉呗，我可乐意吃他这个粉了。嗯，麦片粉 ，Q 弹啥的，真好吃。妈。家人们，给大家推荐一款正宗的重庆自热火锅，它是牛油锅底的，里面啊自带川粉包和蔬菜包，这样一盒啊在外面要15到20块钱，今天在我这儿我给你两盒，再加两盒，再加三盒，一共到手啊是39.9块，合着一盒啊只要5块鸡，真的特别划算啊，你囤在家里啊，囤在办公室里啊都是可以的，吃完之后啊也不用刷锅也不用刷碗了，真的特别的方便啊，我给姐妹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喜欢的话多去囤几单吧。5.7块一盒确实很划算。儿子，你咋吃火锅了呢？我给你好吃的咋不吃呢？啥好吃的呀，啥也没有。你看看